要问你自己。你干嘛一直这叫声啦？啊，那遥遥领先。啊。哦，看到这风。怎么那么难、啊？风雨就觉得从右边来，从右边来，好心累啊！哎、欸，它会晃、啊，它晃、欸、它真的就是会被吹走啊！就是有一点点凸出来的地方，它就被吹走。对，吹走了。那个长长的基本上很容易被吹走。好吵哦！到底是谁在叫啊？都有啦，都有啦。哎、欸，第二个是阿 Z， 我看到了，就是你，阿 Z 就是你，就是我吗？对。啊，不然那我是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会被吹走吗？哦不，为什么会这样？Oh my god, oh my god. 要怎么办？我这个真的是已经不符合，就是已经在乱改了。我慌了、欸、我在干嘛？我假。欸，我在乱用吗？要问你自己。你干嘛一直叫声啦？哎呦！啊，这样不行！天哪、啊！他一直卡住哎、欸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！啊！我的龙，我的龙！哇！我看到，我看到了冰打冰打！不不不不不！啊，这样不行！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啊什么啊，这是冰块欸，啊这他我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，为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？你那个就是可以当一个，那是平台啊，就是你直接干了冰块。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我在干嘛？啊好吧，找风光了，有他要随便阿贼啊，这很吵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啊，好了，该是青蛙第一名了。哎、欸，我中间断了一层，這個啊、我们两个是谁啊？结果我第三哎、欸，我最后。特别关心、欸、那种房子，那种房子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一根人会倒，一根人都会倒。没办法，因为他就是会，这次是往右吹。那如果我给他放在，这应该不会倒吧？哎、欸，还打雷、欸？人家打雷会影响到那个吗？哇、哦！你怎么会掉下去？不，阿、啊、Z， 好吧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大家都会阿 Z 啦。好像是不知道是发什么招，他就阿 Z 吧。我是听到他讲阿 Z， 我真的觉得很早，来不及。好了好了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我操！哎、欸，我要打什么？打错了。我都已经不知道他几次了，哦、觉得好累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根本就没怎样，他就自己塌哎、欸。他就疯、啊，他就会风会吹啊。怎么办？哦，我是不是放错地方了？
歪了，歪了，歪了。哎、欸，这边。这样也能塞进去啊啊啊！这样不是不不不不不不歪了。嗯，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得了了，得了了。哇，安顿右边怎么办？哇，哎呦，放掉！你要打什么？不是啊！哎呦哎呦，卡住了啦！不行，这边全部都卡住了，我也贪光光了。Q Q， 哇、哎、哇哇哇哇哇！这边这个风，这是到底在干嘛？这个风有点喧嚣。我们是太，我们是不是太烂了？啊！我们第一天玩，我们要安慰自己，其实还好。呜呜呜！危险危险！不不不，我不是，我不是要放那样。为什么又是钢琴？哎、欸，默默就第一名了。哇，我还盖得蛮扎实的。好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是扎实的。哇，哇你现在领先了耶！耶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！拜拜，下次再见哦！拜拜。